后你就很红，就开始有传言说，其实你一度是有想拒绝拍的，这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。如果我拒演的话，我就不会去试镜了。我是试镜被选中的，对啊，我是真的有花心思去争取这个角色，对啊，所以跟大家讲了，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出现的传闻。有后悔吗？或是当就是接拍怎么可能会后悔？应该是说，因为要练很多台语，大家那时候一开始来说，哈，你台语不好，有点不看好。但其实你画的蛮多古董，对对啊，当然不会后悔啊，因为你看我在这一出戏交了这么多朋友，然后又是有很棒的团队，这不可能会后悔的事情，对啊。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大家不是看到我的表现，而是有一个戏可以让大家有凝聚力，我觉得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。要不要像你歌星比较慢热啊，像大赫还有就是像音声，他们都会说一开始被你的臭脸吓到，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有什么一些误会吗？有一些误会，对，会不会我个人觉得还好啦，自从他们两个说我臭脸之后，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臭脸。因为大家就知道我比较慢热了嘛，通他们两个的福让大家知道我比较慢热，大家以后看我臭脸应该就不会觉得我怎么样。对啊，